今天正月十日，旧历十二月三十，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蔡佩莹。去年底，今年初，基地等气团造成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真侪河川结冰。顶礼拜气温回温，加上落雨，河冰融起了后，造成水位升悬，真侪冰角在河边堆积，河水水位升悬了后，这冰角也流入社区的街路。那是路边有真侪冰雪，连徛在门口的路雪已经有半个人悬。康乃狄克州真侪河川水位升悬，在肯特市胡萨托尼克的河边已经有真侪结冰。淹水了后，水位升悬了后，连水带冰流入学校。在溜冰场这些所在，拢被冻结的水包围。拜一至少500个学生停课。康乃狄克河也来水位升悬。第三大城哈特福这些城市，不是淹水，就是有淹水的危险。路边堆满着结冰的水，影响着交通。美国大西洋流域的德拉瓦河流过四个州了后，进入大西洋。美国国家气象局对沿海地区部分的地区来发布淹水的警告。空气画面会当看到。德拉瓦河面有嵌一层白色的冰，真客在河边来这个氧气，淹水的风险来增加。德拉瓦河流流过的宾州加新泽西，拢在警告的范围。目前有一挂所在已经淹水。住在福建漳州的东宁化学已经九年，其中在郭坑镇已经是第四年。真侪乡亲看到真。是个蓝天白云，亲像看到亲人同款欢喜。这乡亲在志刚的关心之下得到安慰，也感动志刚为因的付出。大家好。102位组织志刚为231号宾客乡亲送来过冬物资。希望全球组织人的爱心会当陪伴因温暖过冬。双手有淡薄无拄好，张义珍嫁到红山因家，却用看袂起。看到志刚手艺顶现，一家人应该分担分享彼此的感受的时阵，特别心酸。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没有关系哈。他们也给我温暖，因为他的感恩。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几个就是流眼泪了。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眼泪是暖到我心里面去了，就觉得说自己的小小的付出，他们给我的这个笑容已经很够了。志刚的关怀在寒冬送来温暖，这刘如意家己一个人生活的洪义龙心有同感。我工作一大个啊，我比较生活较困难，家己一人生活尔，就这只物件。对我是帮助极大呀！啊，春节我就较温暖啊，啊，即我就食到春节啊。这是洪义龙第四年来量不足，志刚无中断的爱，就亲像老朋友同款。多的低温，只讲上上求不得。啊，今日有欢喜无？有吼。嗯，真欢喜。嘿，真欢喜。今日有欢喜无？真欢喜。咱今日来吃烧鸡面，真欢喜吼。真好。嘿，感恩你哦。啊，好好好。洪义龙坐伫角落，摕出手机啊，点点翕下，予伊感动的身影。台新闻张雪芬、吴婉慧、陈丽飞福建报道。马来西亚雪量初节之间，每礼拜至少两届，会为运动用品店来回收包装袋啊、甲纸箱，再有一挂之间来做伙分类。主管量虽然真济，不过环保之间欢喜付出，运用双手守护大地，也将主管化作支持吉隆坡组织国际学校的建校基金。
白顶内底藏了足侪商品，但是长长塌塌的包装是环保的一大温柔。运动用品店的员工将包装拆掉了后，交予租者来回收。每个星期他会有一辆车来收纸皮，最高纪录也算有四五次来一个星期，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要卖了纸皮来建那个国际学校的，我们觉得很有意义。要安怎再招这么多主管量，是志工爱面对的挑战。我们从两位释迦菩萨到今天已经有四五位释迦菩萨了，因为我们为了这个环保上啊，在这个资源，我们每个师兄都去考这个牌回来。将资源再到吉隆坡快乐园注册环保站，由志工进行分类。做环保，身体才健康啊！好啊，我开心咯！做咩事开心？咁多人倾偈嘛！他们很欢喜，也带动到很多很多这边的环保菩萨过来咯。因为就是有接到这一个大福田，让这种环保菩萨做得非常的快乐欢喜。环保站的志工用双手守护大地的同时，也将回收资源化作支持吉隆坡组织国际学校的建校基金。台新闻何淑贤、陈应渠，马来西亚报道。一场大火烧掉台北市大同区一栋公寓，组织志工及时关怀，送上救援救助金，还佫出动40多位志工协助受灾户清理家园。壁顶、门顶拢是烧甲臭灰搭。台北市义宁街一栋336的公寓6号发生火灾，好佳哉人员及时疏散得救。火灾过了后，就一志工动员协助受灾户整理摒扫。感谢在慈济大姐跟大哥，他们这么帮我，将来有机会我要去帮助别人。师姐，要不要换袋子？要。阴暗的角落内底有陈丽玲和张佑生这对母仔同心协力的身影。这是放假之后，我回到家，然后我妈妈就问我说，礼拜日有没有来帮忙那个火灾的人做打扫，因为他们房子被烧，就是全都被烧坏了。人多力量大，伫下下楼梯，志工用接龙的方式传递废弃物。来，好，慢一点。40多位志工用了4点钟，总算摒完。环保车来回5圈，才会当把行路占满的垃圾拢再走。因为哈，这个受灾户的妈妈哈，她原本就是做资源回收，所以堆积了很多的东西，二楼也是堆到二楼都是整间满满的回收物，所以它一楼会有火灾发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东西堆积太多，所以电线走火。这一次让我们很大的醒思，就是说该丢的丢，该留才能留，该用才能用。做的当中学，学的当中悟，志工协助清理同时，也对处下之间有了更加一步的成熟。台新闻黄荣辉台北报道。台南咸水区组织志工苏金环发现，讲环保站所使用的大型环保袋啊，操作不容易。所以咧，开洗衫店伊对布料是非常的了解，特别买二手的裁缝车，找找适合的材料来改良环保袋啊。特别这环保袋啊，袋口比较较大，布料真有一个耐操，真侪志工用了真顺手，特别找伊来定做。现在伊送出去的环保袋啊，已经有2000个。一段人回收物倒入去环保袋，无论是志工身材无同款，一个人操作嘛真容易。哎呀，当时啊，若较重的，就爱搁叫一个人来甲你倒宽啦。你讲这顶款拢有空就是，无啦，这个拢拄破去啊，就是安尼拄破去。这较无安全。绿色幼芒仔是传统的环保袋，含其他这几排的特制袋啊，加强天过袋啊嘴，含有韧性的布料，互人使用起来真顺手。是啥人发挥设计呢？是伊苏金环。比人搁较悬的布料，苏金环就爱拖搁扭。要搁固定裤脚裁剪，才会当加工缝制。
哦，这就是咧缩个迄条线吼。对啊，对啊，对啊。小姐，安尼伊较袂一直水啊。哦、一点钟上侪做出八个环保袋，苏金环伫今年以前已经送出2000个，到彰化、嘉义、台南等等的环保站。唯一行袂出来就是阮祖囝向阳发袋，我无法度通我接受。每日就是好，好佳哉，我有即个师兄、师姐啊。三年前烦恼祖囝的健康，苏金环伫主席志刚的陪伴之下，踏入去环保站。因为实际操作，伊看到家己会用发挥的功能，未来抱着欢喜心，伊期待家己继续落去。踮厝啊，剩的时间都是车环保袋啊，给人寄，安尼就好。要继续车落去啊？系啊。台新闻主委龙小红树台南报道。上人新巧的新店景书堂进行岁末祝福，82岁的职工张金才分享做环保的心得。伊感觉讲，唔那是身体变了较好，更加为地球尽一份心力。伊讲，伊要做甲完全无法度震动为止。我四个的才情，阿师傅都讲心内话啦，唔敢啦。岁末祝福，上人挂心墨西哥的灾民，主祭人伫当地前前后后总共进行了10场的发放、10场的祈请。但是毋是干那伫墨西哥，近年来全球天灾不断，每一个人拢应该尽一份的心力。志工张金才的方式就是用做环保来爱护地球，伊嘛号召厝边隔壁拢做伙投入。啊，我也无几岁，才82呢，尔哩吼，啊，都啥物代志自己做哩，啊，愈做啊愈欢喜哩。我嘛甲爸爸讲，爸爸，咱唔是咱做者唔是只有环保尔，咱做者还佫足侪职业爱做，我就邀请师兄佮伊同齐培训。爸爸讲，我敢会用？我讲，咱上年无嫌。对的代志做就对啊，本来就无分年龄、无分宗教、无分国界。咱互相感恩，互相祝福，咱福慧双修啦，这就是人间菩萨啦。上林提醒，世代不凋，面对生态问题刻不容缓，期盼大家凝聚善念，成为安定的力量。台新闻黄义杰、简元吉台北报道。艺人陆明君去年7月宣告家己要开始全素食的生活，亲戚朋友拢串一条。加上最近伊加入着舞台剧演出，常常排练到3:30，让人烦恼讲伊的体力敢有够。伊讲食素食了后，特别重视营养，那体重6公斤，皮肤精神也拢真好。伊决定由此全素的关键是一部美国的纪录片。They were featuring recipes for red and processed meat. And on their recipes for healthy living, they had bacon-wrapped shrimp? What the...为什么你这些健康的协会，但是你既然你的菜单有这些加工食品，而且致癌物，就是假如当一个在卖你药的，然后他去说，你可以吃这些高油脂的东西，然后你有这个病症，你再去吃这个药，这不是一个恶性循环吗？这个让我很愤怒，我不愿意再做一个就是不理智的消费者。一部影片成为陆明君被换请的关键。伊伫个脸书顶头公开一项重大的决定，当然拄啊开始，还阁有爱克服的代志。我奶已经戒掉，但我很喜欢淡的料理。一开始有发现，吃素真的非常容易饿，大概2-3个小时就会想吃东西。什么银行啊？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什么问题？汇丰。规工无闲咧对戏彩排，陆明君将电视科跨过来舞台剧，为了找找奶妖的避风，伊将红豆啊、芋头啊，各色的杂粮拢装家己的饭内底，营养有咯，腹肚饱咯，身体确实变轻。皮肤的过敏状态变少。当我觉得很疲劳的时候，我只要睡饱跟吃对食物，我恢复的能力变得很快。我介绍给我的朋友，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吃一个素食，然后会觉得这么好吃，这么舒服。选择一条全素食的路无尽头，伊讲要替家己做实验，
用健康来证明，营养绝对不是原主义肉类。我会希望我赚的钱不是一直拿来看医生。当你会学会去关怀动物，或者你在乎这个世界，或者你在乎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吃了太多，其实你身体不需要东西。关心天气，虽然讲日时气温回升，感觉较舒适，不过辐射冷却效应也是予透早温度较低，上界嘅温度离邦桥13.5度，提醒要做好保暖嘅工作。今日台湾附近吹比较嘅偏东风，大部分所在有日头，天气稳定。气象方面嘅东半部有小范围嘅低降雨。高温离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是14至15度，南部15到17度，日夜温差大，请大家注意着气温的变化。咱来看卖温度计测。今年正月初开始，真侪店头拢无够提供塑胶袋啊。一段时间落来，民众也受到影响，有环保的概念。学生是较少饮饮料，也那无就是家己扎环保杯。离家路买物件，家己扎阿爸，伫这个背包内底也有这塑胶袋啊、环保袋啊。减速的生活，希望大家拢是环保大臣。我一个教厉害的学生。大学四年的詹同学拿出了环保盒，这是盘子里面一定要摘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会啦，会觉得很麻烦，对，但是后来就是想说都不能用塑胶袋，那就自己带碗。一个查甫仔出门爱炸这炸黑，真正真无习惯，但是一段时间嘛拢会适应。蛮多客人会自备自己的环保盒。这位张同学真爱饮饮料，热天一天会使饮2-3杯，一个月就用掉至少60个塑胶杯啊。起码已改变。真的很想喝，就是像这样子啊，对啊，就拿着塑胶就自己准备啦，就是要自备啊。对啊，随身携带可以装饮料，也可以装便当，或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装，很方便的。同学好朋友马龙对的响应，出门一定爱扎环保盒、环保杯、环保袋，做回响应环保，其实真简单。大爱新闻将军蔡玉凯台中报道。现在对春的这个物件有一种概念，叫做翻转圣时。有一位32岁的一个杨妻是25岁时破病，伊开始思考人生应该留下什么。去年以来创立着圣时厨房，这实在就是菜市啊，打每天卖春的，每天下晡收菜，暗时来开始煮食，和大家来做伙有这圣食自由定价，成为全台湾第一间圣食食堂。下晡2点，菜市啊结束营业，就是廖嘉伦收菜时阵。它就会就是像这样子，直接集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来收。那边采了好多。现在全部拢唔免钱，菜头家全力支持。咱台湾人怕生足济，古早人讲一句话，怕生啊一只啊，真正有影。分享用不了的物件是杨妻喜发起，伊一间一间问，是不是会当甲卖剩的菜送互伊？我先去相信，就是被拒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阻碍。杨妻是今年32岁，伊讲家己是戆人，创立圣食厨房格外品餐厅，即马正咧进行明日餐桌计划，要阁召集主厨打工换餐。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代表性，但是其实我在背后庞大的善念，这还是一直不断的每天鼓舞我起床的动力。这条路不好行，但是廖嘉伦愿意加入。
每一天收回来的菜要翕相庆冬对外公布，成立一年多来已经回收7.9吨。晚上6:30准时开桌，有家己炸餐具来，毛事先寄便当盒，还有不用轮车的服务。没有时间煮饭的，或是要带回去给家人吃的，还有每天来的老厝边，就住在这边比较近。它颠覆了我们对于圣食的既有印象，用就是剩余的菜，然后可以做出很美味的东西。谢谢。这顿多少钱由吃的人来决定，吃每一顿都是在解决用不了的东西。小小的圣食厨房继续发挥影响力。台新闻李亚平、杨俊廷、蔡玉凯台中报道。台中餐厅专门来收买到剩的物件，就是别人不愿意采买，就要扔掉的蔬果。经过总铺师的卡手，营养方面拢无拍折。店头也阁希望讲，大家做伙来消费这间餐厅，因为那是无剩的物件，这间餐厅就无需要再存在。蔬果与人一样，没有所谓剩余。这家旅圣食餐厅就看到黑板顶头清楚写出理念。蔬果透过盘商进来之后，那就是过大过小碰撞，或者是像这种油啊连连的，我们就是把它挑掉，但多数它都是新鲜。到厨房看卖，摆摆水果是变啊变做好食的料理，叶菜看起来连连。小黄瓜型嘛无啥好，红菜头的标皮有真侪污点，会比较氧化，所以我们会再稍微切一点点掉。跟一般的就是没有两样，只是我们比较要需要花时间去整理它。格外品是讲规格以外的产品，伊可能大小唔对，形态嘛无好，但是应用无拍折。大量的去丢弃，那如果说可以做到一个有效的控管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不浪费，而且是很环保的一种概念。因为现在人口过剩，食物越来越少，所以蛮值得推广的。圣食餐厅是为别人活的食材，成本较俗，但是需要开更加侪心力来整理。上重要的目的是要达到完全不浪费。是你有需要，你用你的胃袋一起来帮我们消灭丑蔬果，阻止食物浪费，任何人都欢迎。原本要单调买卖水果甲蔬菜，其实当是桌顶的主角。圣食买当华丽转身，就看你是不是会当用创意来改变伊。大爱新闻李亚平、蔡玉凯台中报道。过年要到了，在台湾有真侪囡仔依然是食袂饱、穿袂少。根据联合联评调查发现，偏向囡�仔在过年买菜食，有34%有罐头、调理包，或者是吐司、泡面。但就是偏向的囡仔小哲就是其中一个。咱来看伊的生活来了解。我一定爱送出去啊！啊，才等来市场等到4:00-5:00，到6:00才等去洗便当客啊，啊，才骑车。年菜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还是有3/4的孩子哈，可能要吃这个罐头或泡面。遇过一个单亲生长的爸爸，他带着两个小朋友，就住在一个3坪的套房里面。平常呢，其实他们就是吃着白饭，然后配着罐头。看见偏向婴儿的弱势，儿福联盟甲中国信托组成基金会联手，邀请爱心大使张立昂，也有南投爽文国小囡仔做定写春联，写下新年的新希望，希望借着囡仔的分享，得到更加侪人的响应。会当捐出善款，让偏向囡仔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好年。台新闻张淑娥、叶怡琳台北报道。要让社区的长辈健康生活，组织之间组成一零促进班。在高雄的一零班，那是学员家己在练习着这乐乐球，之间传去参加音乐会，甲其他的社团做会表演。这阿公阿妈非常的认真来看待这件代志。这个过程当中，因也参像是少年时阵充满活力。点点等着美妆人员打点，阿公阿妈其实有淡薄仔紧张。我也唔捌为了这妆咧咧欢喜者，我要随时去表演互看。
哦，食到八十岁，啊，鸡时话，甲进个八十岁较多话。话舞台中，阿公阿妈拢是初体验，或者是足久足久以前的记忆。但是上好这阵人挂念的，唔是妆，而是刷落来要做的表演。组成一起摇摆队，摇摇摆摆身躯，快乐出棚，配合音乐动作，因的改变，和自头到尾开始陪伴的朱哲志讲，足感动。开始在邀约老菩萨来上课，那个时刻，他们都是那个非常好像一点都没有表情哈，他也不需要动，也不能动得很顺利哈。那经过我们的大家这样的努力之后呢，今天几乎不像是老人家，因为有目标，有方需要。加上爱上台表演给大家看，长辈因好亲像个少年起来。跟其他的团队一起参与，也可以观摩别人，也可以知道说，哇，其实每一个地方的长辈都可以一样这样子的健康快乐生活。互相交流，就亲像学生啊，各个社团住在一起，面对老年化的问题，除了吃、住以外，要安怎活得健康、安排生活，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台新闻李佳如、吴永德、高雄报道。组织大学传播系四年学生，准备来加入一场实习。在证书证下发书，学校司长甲家长的祝福之下，完成授袍仪式，来迈向大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愿我们的善念与努力，使人心得以净化。立下誓愿，四十四个组织大学传播学系学生，将在大学的最后一学期踏入一场来实习，发现家己更加侪可能。去新闻部去看学长姐跟那边的同仁们去怎么做，然后就是希望说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学到暴政导政，这是个更加深入的体会。所谓暴政导政这件事情，今年特别有五个组织科技大学的人文讲座生做伙授袍，跨科系、跨领域到媒体界实习。我蛮有固定在看大爱电视台的，然后就会很受里面的故事或者是节目所感动，就有别于一般的商业电视台。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领域，然后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样。在大学期间，借学习知识来打稳了基础。不过面对踏入一场实际来做，难免会惊惊。业界的前辈嘛，传授了经验法宝。碰到事情的时候，不要烦心，不要操心啊，要用心。这段时间，它就是让你去多看多听，但是一定要用心。为什么要用心？因为人生是你自己的。一一授袍，承担起保证导正的使命，期待在变化万千的媒体中，用真神秘的心念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流。台新闻谢云山、翁国佳华联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早起新闻，从时间到主播李明君。好，谢佩莹继续来关心国语新闻，我是李明君。我们常说保命防跌。跌倒的跌，也就代表长者最怕跌倒，一方面可能受伤，一方面可能会爬不起来。高雄有一对80多岁的夫妻，两个人行动不方便，半夜双双跌倒后无法自己站起来，还好太太紧急求救，警察赶来把两个人扶起，化解危机。大楼保全带着警察以备用钥匙进入老夫妻的家，两人竟都倒在地上。你人还好吧？趴在地上的老先生虚弱回应，两人怎么会倒在地上？原来85岁的丈夫深夜担心睡在隔壁的妻子出意外，要来帮忙却跌倒。所以他走路都需要用那个辅助行走器来行走，他因为情急之下忘了拿哈，在马上赶上他太太的房间的同时啊，他不慎跌倒啊。妻子想上前扶，却因为膝盖受伤扶不起来，也瘫软在旁，只能报警求助。老先生身材高大，体重破百，要扶起不容易。好，先转过来，不要一下子起来，先转过来。然后对，小心。警方夫妻两人还细心安抚，因为两名高龄长辈自己住，没人照顾。他为那个要减轻子女的负担呢，所以他之前啊就将那个看护辞去了，由他们自己自行照料。大家都是出一片爱心，把那两位老人家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看待。所幸有警察伸援手扶一把，两人才不至于在寒冷夜里
倒地受苦。大爱新闻陈怡珍、陈立伟高雄报道。健保署在2016年取消欠费锁卡的机制，但很多人有质疑，因为旅外还有外派人士以及侨民办理停保复保这段期间没有缴保费，回来台湾后却能够继续的看诊，增加健保的负担。健保署现在锁定长期旅外的民众，只要没有缴欠费，就会锁卡因应。有了健保给付，减轻看诊负担，不少旅外民众一生病就返台治疗，以抗压比例最高，椎间盘突出及良性肿瘤也占了前三名。长期旅居肯亚的陈先生也因为气喘，曾经在非洲看诊，一次要价上万台币，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返台就医。我像我回到非洲以后，我就马上停掉嘛，但是我一回来，我马上在当日续保的时候就可以去看病了嘛。那后来第二代健保改了以后，就是说认为不需要一定要停保嘛。因为那个保费也不是很高嘛。现行法律计划出国6个月以上就能办理停保，回国复保即可就医。不过要再次停保，得先缴交3个月保费，这成为欠费漏洞。5年来就有10000多人欠下4.5亿元。健保署拟定未来费用未缴直接锁卡，一次回来全部的东西都用了。你要想国内的福利，你就应该缴啊。也预估大概会有10000多人会，符合我们这个控卡的一个条件里头。如果他在诊间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告诉他说，你要先行把保费做了一个处理，去缴纳以后，才能用健保的身份就医。目前短期申请停付保的人数就有6万多人，健保署除了定期寄发催缴通知，如果临柜申请停保，也会要求先结清欠费才能申请。大家希望周成寻好台北报道。再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尼雅加达的证券交易所昨天发生意外，一楼的空中走廊崩塌，很多人掉下来，超过70个人受伤。而崩塌瞬间的画面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平时热闹的雅加达南区现在紧邻大作。Ada atap yang runtuh, jadi atap di lantai satu yang runtuh ke bawah.Korban sendiri ada beberapa sih, khususnya teman-teman yang resepsionis, mungkin sama teman-teman yang nongkrong di Starbucks juga kena runtuhan semua, tapi nggak ada korban yang sampai meninggal atau gawat, cuma minor injury aja sama yang beberapa pingsan kaget aja gitu. 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证券交易所周一中午发生倒塌事件，事发当时正值午餐时间，交易所休市，上百人正要离开，另外有大使团进入参访。顿时间，交易所的空中走廊出现严重金属崩塌，掉落到底下的楼层，瓦砾四散，民众仓皇逃生。相关单位立即出动15辆救护车，至少70名伤患送往邻近3家医院，所幸没有人死亡。警方已经排除恐怖攻击，并调查事发原因。交易所大楼也在下午恢复营业。这栋大楼在90年代晚期完工，属于双塔大楼。内有世界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的办公室。2000年9月，曾成为恐怖组织使用汽车炸弹攻击的目标，造成15人死亡。大爱新闻邱崇玉编译。接下来是海上的意外，隶属伊朗的巴拿马籍游船桑吉号，一个多星期前和香港籍货轮长风水晶号相撞后不断燃烧。星期天整艘船沉没，现在证实桑吉号32名船员全部罹难，13.6万吨的油外泄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熊熊浓烟不断窜升到天空，原本该是船身的所在地，只剩下一团大火球。新年第一个周六，隶属伊朗的巴拿马籍游船桑吉号与香港籍货船在东海长江口碰撞起火，持续燃烧。船上30名伊朗籍船员与2名孟加拉籍船员生死未卜。一周后，伊朗专业搜救人员抵达中国，与中方配合进行行动。截至上周六，共发现3名船员遗体。周日下午，在向东南方漂浮151海里后，桑吉号与船上13.6万吨的凝析油通通流入海中。凝析油与原油不同，主要成分是氢类的混合物，遇水后能快速蒸发，形成可燃气体，不仅增加救援风险，无色无味，无法用嗜油菌降解，造成环境污染。中国官方表示，东海上已经出现近10平方公里的油垢带，漏油情况非常严重。专家指出，大量外泄的凝析油就像在海床上放置一颗定时炸弹，
油料在海底缓慢泄漏，污染深层海水与海底堆积物，并对周遭生态造成长达几十年的严重影响，恐怕是1991年安哥拉石油外泄后最严重的相关事件。大爱新闻邱崇玉编译。好，近日是两起罕见的交通意外，一起发生在土耳其。这架波音737客机降落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失控，冲出跑道，停在边坡上，差一点就掉到海里面。还好飞机上168人都平安。而另外，美国则是有一辆汽车高速行驶失控，腾空而起，撞到民房。您没看错，一架波音737客机吊挂在边坡上，差一点就坠入海中。土耳其联航飞马航空星期六晚间从首都安卡拉起飞，准备降落在北部沿海城市特拉布松时，意外冲出跑道右侧，还好机轮卡在冰冻泥土上，才让飞机停了下来。所有162名乘客和6名机组员有惊无险，奇迹似的毫发无伤。乘客爬上岸，双脚沾满泥泞。有一人说，事发当下，机舱摇晃剧烈，尖叫声响彻云霄。机场星期天早上还一度短暂关闭，意外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离谱的还有这里，美国南加州的圣塔安娜，星期天一辆车高速撞上分隔栅栏，没想到汽车就顺势飞起，腾空撞进一旁的牙医诊所二楼，车半身悬挂在外，所幸车上两人只受轻伤，目前警方正在调查驾驶有没有吸毒或酒驾。大爱新闻刘仁豪编译。北半球冬天，包括台湾在内，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流感疫情。在美国还有20名孩童死亡，而在欧洲，英国有93个人死亡，爱尔兰则是有超过370个人死亡，是百年来最严重的流感疫情。低温加上流感，民众卫生纸不离身。My line of work, I met 3-4 managers last week, and they're all dying.爱尔兰爆发 H3N2 A 型流感，目前感染人数飙破17万人，超过370人死亡，是百年来最严重的疫情。病患大多是年长者、孕妇和有慢性病的孩童。这次 A 型流感也影响英国，造成93人死亡。疫情升温，就算疫苗保护力不到30%，还是供不应求。I think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places have started running out, and so we've noticed a surge in demand for that reason.这波流感其实是从南半球的澳洲蔓延而来，因此又称作澳洲流感。去年澳洲冬天爆发近10年来最严重的流感疫情，有217000人感染，72人死亡。纵观全球流感疫情，史上最严重的是1918年，当时有5亿人感染。2009年3月也爆发 H1N1 流感疫情，全球有214个国家或地区通报感染案例。18500人死亡，而今年流感病例还在持续增加。流感来势汹汹，专家建议除了打疫苗、勤洗手、戴口罩，一样都别少。大爱新闻黄静婷编译。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去年6月爆发霍乱，首都金夏沙超过1000人病逝，从11月到现在就有28个人死亡。Les inondations, les fortes pluies et ainsi de suite, il faut absolument contenir l'extension du choléra. Donc pour l'instant, sur les 35 zones de santé de la ville de Kinshasa, on a reporté des cas dans 12 zones de santé.刚果民主共和国去年6月爆发霍乱，累计有1190个人病逝，全国26个省当中24个省都有疫情，20年来最严重。空间拥挤，卫生条件差，垃圾满地，都是疫情蔓延的原因。政府成立免费医疗中心，并隔离病患，防止霍乱扩散。菲律宾马勇火山蒸汽不断喷发，警戒从2级提升到3级，撤离周边10000多人。火山岩浆在深夜中格外明显，马勇火山流出超过3公里的岩浆。周边6公里已经撤离超过10000人，而除了菲律宾之外，印尼巴厘岛的阿贡火山也再度的喷发，还好目前没有重大灾情。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最近因为运动会而缓和，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下个月登场，北朝鲜将派遣大约140个人的乐团在冬奥演出。북측은상지원관현악단
140여 명으로 구성된 예술단을 남측에 파견한다. 2. 북측 예술단은 강릉과 서울에서 공연을 진행한다. 北朝鲜乐团从平壤出发，穿越北纬38度线非军事区南下，前往南韩参加冬奥。这是2002年北朝鲜30人歌舞团在首尔演出后，暌违16年再次派乐团在南韩表演。继续是梦想起航的专题。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说梦想可能有些沉重，因为薪水低、文凭贬值、经济不景气等因素让大家不敢做梦。专家表示，只要发挥创造力，在局限当中求得自由，一定可以脱颖而出。热衷街舞，25岁的石宇杰，老家在彰化园林，北上工作有三年时间，期间换过两家公司，都从事文字编辑，月薪皆在30K 左右。那应该算是梦想吧，因为大学读大众传播系嘛，对啊，然后就通常读大传系的学生应该，我不敢说全部，可是至少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可能会对记者啊，或者是主播啊什么的有憧憬。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带了梦想来到了台北。四平大套房是宇杰的租屋处，空间拥挤，谈不上舒适，而且还位在老公寓六楼，属于顶楼加盖。每个月房租加上通勤、吃饭等固定开销，真的所剩无几。薪水，然后扣掉这个小套房的房租的话，大概就去掉三分之一了。对，那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我的生活费嘛，等于是一个梦想跟现实的拉锯。谈起心酸，几乎没有存款是许多台湾年轻人共同的心声。主计处2016年调查，15到29岁青年薪水平均为29,427元，更有四分之一月薪不到25,000。尤其都会区生活压力大，几千元的差距就会成为换工作跳槽的诱因。调查也发现，青年劳工进入职场后，平均做过2.1份工作，每份平均年资1.5年。专心缝制衣物，赖少祥是服装设计系研究生，也是一名设计师。大学时期，作品就跃上国际舞台，录取德国红点大赏。我每一年要拿一个第一名，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设限，因为我其实算没有打工，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如果拿第一名的话，我有奖金，那我可以用这些奖金再做更好的作品。有着信念，少祥下一步想要创业，打造专属品牌。我当然是觉得说，希望以后能够有自己可以发展的一个品牌的规划。我这一款只有10件，就全世界只有10件，所以我觉得台湾，如果你真的有喜欢设计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要支持一下自创品牌的部分。人力银行做过问卷，有超过90%的上班族想要自行创业，原因是台湾薪资水准倒退，不想沦为穷忙爆肝族，干脆自己当老板。然而真正付出行动的却只有25%，不够勇敢，资本不足是最大的阻碍。相对的，也有年轻朋友愿意放手一搏。你才趁年轻20多岁这样子，我想要去完成我心里的梦想。因为小时候毕竟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我没有一直去实践我想要做的事情。大男生手艺不输女性，编织各种干燥花束，让花艺创作打破性别界限。灵巧双手的主人刘玉玲，星期一到五在台电外包公司服务，周末就从桃园回到台东老家摆摊做生意。那样子的一个创业辛苦之外，然后看到的是，新娘子啊，或者是新郎们，他们的满足跟幸福的笑容，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样，即兴是因为在限制当中，你怎么求自由？
限制中怎么去发挥你的创造力，是每个人都有尝试的机会嘛，哦，所以文创就是这样的道理嘛，这么多的可能性，其实它就是变成提供一个机会，加上它有文化又有创意，是更能吸引年轻人，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勤劳工作有时候也要有点小确幸，刘玉玲说，偶尔放自己一个假，和朋友阿嬷出国旅游，即是所谓的小确幸。怀抱的梦想不一定是丰功伟业，反倒是从小地方寻找大创意，只要肯实践自己想做的事，或许就称得上大梦想、大志向。从我开始吃素到现在大概是3年的时间，我从大三的时候决定开始吃方便素，那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吃素是一个很环保的事情，是可以，拯救地球或是让社会更好的一件事情。我就跟朋友相约一起吃素。那我觉得吃素不会让你比较不健康，所以我想要证明这件事给大家看。慈济的教育置业重视品格，美国德州奥斯汀人文班举办期末感恩会，家长看到孩子长大了都很欣慰。美国德州奥斯汀人文班期末结业式，各班班夫展现凝聚力。孩子们从不同课程中潜移默化端正品格，学习结束前，慈孝班朱子妮也表达对大家的感恩。我要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第二个我要感恩的是我的老师，因为他把我们从不懂事教得很懂事，然后第三个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同学，因为大家都互相帮忙。小小心田撒下爱的养分，孩子们在成长路上也能走得更稳健。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怡静、温苍兵，美国报道。好，焦点回到台湾，嘉明伦1月10号在澎湖东极屿搁浅，船上载有中华邮政930件挂号信函，还有231件的包裹，通通沉入海底。由于船公司放弃打捞，所以中华邮政陆续通知客户要进行赔偿。因为我们国内的包裹在交寄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窗口呢来申请报值包裹，也就我们国内包裹的报值可以到达50000块，那每1000块我们会收4块钱的报值费。那如果像这个 case 呢，你有报值的话，我们就按照你报值的金额来赔偿。嘉明轮船搁浅，大多数民众在交寄包裹的时候并没有申报包裹的价值，就会依照中华邮政规定赔偿，像是挂号信件赔偿575元，5公斤以下的包裹赔偿575元，5到10公斤包裹则是赔偿865元。高解析的摄影机成为国道警察执法的利器，根据统计，去年上半年遭到违规7000多件，大多以跨越潮化线、变相插入车队为主。而为了阻止违规，国道警察在林口交流道架设高解析度的摄影机，加强取缔。我们国道的那个林口 A 的交流道已经架设好这个高解析度的这个录影系统。那以后就是如果说用人啊，在这个下这个高速公路啊，如果说有插队啊，或是有变换车道不当啊，或是有其他的违规的行为哦，那警方啊就会依法来取缔。车子一辆接着一辆，早早就变换到外侧车道，准备下林口交流道。高解析度摄影机让违规车辆无所遁形。
以往上下班的时间，林口交流道塞车严重，经常出现插队、跨越双白实线、潮化线等违规行为。国道警察架设高解析度的镜头，车主只要违规，将会吃上3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食欲力要从小培养，有些小朋友竟然不会剥橘子，不知道香蕉要剥皮。董事基金会针对12岁以下的学童调查，发现有20%多的孩子从来没有去过市场或超市，甚至不知道食物的来源，也不清楚如何看保存期限。父母如果保护得太好，剥夺他们了解食物甚至珍惜食物的机会。柳丁，为什么不喜欢吃柳丁？觉得酸酸的。我们甚至在学校有遇到老师分享说，小朋友要求说他要吃白色的香蕉，因为平常在家里家长都已经帮他把皮剥好了，所以他不知道就是黄色皮的香蕉应该怎么吃，他要吃白色的香蕉。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很奇怪的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师长有的时候太过小心保护，或者是怕危险，是让小孩子失去了这些接触食物的一个机会。五颜六色的水果，小朋友是一口接着一口，还有跟老师动动手学习做 cheese， 这些都让孩子更亲近食物，学习正确的饮食观念。专家就建议，解决不健康不正确的饮食行为，父母应该要带着小朋友参与烹饪，甚至一起采购食材，让食欲力能够跟上需求。再来关心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昨天出发前往南美洲国家智利进行3天的访问，这是1987年若望保禄二世之后第一次有教宗到访智利。教宗方济各星期一搭机访问智利，预计台湾时间早上的7点，也就是这个时候抵达首都圣地亚哥。教宗人还没有到智利，就发生至少5起土制炸弹攻击教堂的事件，还有街头抗议教廷掩饰性侵害的事件，加上神父还俗、教会远离群众等等。虽然智利60%人口是天主教徒，但是教会在智利的影响力已经式微。沙烏地阿拉伯王储沙尔曼去年担任王储之后，开始推动一系列的改革，从开放音乐会、舞台剧、女性开车，甚至可以到体育馆之后，现在也要解除35年来的电影院禁令。上周末，一间临时戏院释放儿童动画电影，大人带着孩子们上电影院，这是大人们小时候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沙烏地阿拉伯文化与资讯部去年12月宣布，90天之内开始审核电影院的营业执照，第一间电影院最快3月就能够开张。上海在这个星期出现了浓雾，整个上海城笼罩在白色的云雾当中，看起来就像是人间仙境。上海星期一清晨的大雾能见度不到10公尺，影响飞航，还发生了许多起车祸，一直到早上的9点半气温升高，浓度才逐渐的散开。好，刚刚看到上海有大雾，而在吉林则是有大雪。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里面的大树是结满了雾凇，像是白色珊瑚一样，也像是银白色的童话世界。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欣赏美景，也感恩您收看这一节的大爱全球新闻，祝福您平安欢喜，我们再会。